年以前，我亲自缝制了这件嫁衣。我一直期望能够穿着它嫁给侯爷。哎，错了错了，那些不能走正门，只能从侧门入。哎，你这救援，我们初来乍到，不要生事。是是，起轿。这位小哥，孝子只能到这里，照规矩还请姨娘步行入内。天这样下雨，地面积水，姨娘行走不便，还望小哥通融一下，我们把轿抬到院里。好吧，起轿起轿。起什么轿？还懂不懂规矩了？张妈妈是吧？啊，张妈妈，我是夫人身边的陶妈妈。张妈妈是老人了，这纳妾的规矩想必张妈妈是懂的，还请姨娘下轿一步入内。陶妈妈，不是我们不知礼，实在是这礼不可废，还请姨娘下轿一步入内，莫要误了吉时啊。我们进去吧。哎，姨娘，姨娘，老奴好心提醒您两句，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，这散与散谐音，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我们乔府可没有这样的讲究。把伞收了。小姐，收了。姨娘，这叫遇水为财，